起许下相同心愿，心心应该听得见，不然它怎么灵验。你快走吧，不要被人发现。好吧，但下次如果再遇到危险，我一定会带你走。王爷，已经托人说好了，他们会派人好生照顾的。但是，牢房终究不是什么好地方。对啊，牢房还有很多蟑螂，冰玉最害怕蟑螂了。青山，我们要尽快找证据。好，快点，走。好什么？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吗？你的家人已经在我手上了。秦王饶命，秦王饶命啊！我招，我招，秦王爷放过我的妻儿吧。那你还不快招？那月牙身上只有被打的心旧伤痕，并没有身孕呢。我是收了楚夫人的钱，才把证人带回去，好好看着。是。老秦不知他是这样的人。王爷，我们什么时候抓了那大夫的家人？炸了的。哦，高啊，实在是高啊，果然王妃教导有方，王爷都能自学成才了呀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凭什么这种东西就不是他教的？王爷最近可以啊，功力见长，一定是王妃教的好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在教你暴雨梨花。嗯。也不知道这件事过后，他会把我打得多惨啊。嗯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答应帮我嫁给王爷吗？怎么能杀他？我也是在为你出气啊，要不是你没弄死华冰玉，我又何必怕他找到证据？我是替你不知啊。我不知道华冰玉为什么没死，但成王终究会是我的。真真啊，你看中的只是他亲王的身份，可如今他降为郡王，已经没有未来了。你若帮我，将来贵妃之位不在话下。现在有人能证明冰玉的清白，能不能先把他放了？儿臣自会继续追查真相。好了，还不快去接你的王妃？好嘞。这衣服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，我给你披上啊。不喜欢，那你快回火盆去取晦气。惺惺作态。什么？王妃不让我进？爱妃，开开门呐，外面更深露重，我怕冷啊。爱妃，你开门呐！爱妃，你开。爱妃，没有你在我旁边，我睡不着。睡不着就没有精神练武，那么我就会沦为一个废人。王妃，难道你希望我成为一个废人吗？终于正眼看我了，再接再厉。爱妃，你知道为了找证据受了多少苦？我从城西跑到城东，就怕你在牢里多待一秒。我该。我还遭到刺客了呢，你看我还受伤了。怎么受伤了？还有哪里受伤了？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用你教的武功打败了他们。秦山还夸武功长进了呢。没关系，
他跟我讲话了，有进步，再接再厉。哪怕你给我的誓言是浪漫，我也会在你目光里笑得很甜。等你在人海里厌倦，你会发现我的爱比星光还好看。就算我给你的誓言是浪漫，也会用余生检验什么是永远。世界说成小小无言，我们一起把梦想都放进现实里面。